오케이.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消暑嘛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好使。然后这个是蒸汽的眼罩，我代言的处女面膜，然后水果我也一些很多。洗漱的东西嘛，因为我近视，所以我戴隐形眼镜。复活霜，然后就是我也是我代言的一些，然后这个。 男胖子，放到这个袋子里。然后出去，我带两个牙刷，带给牙膏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正廷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这儿。再带一个去，这也是一个日本的药，祛痘痘。怕万一吃的太好，或者是水土不服，长一些痘痘，毕竟处于。 青春年龄段，洗漱了应该都拿到了。